大家嚟聆聽先鋒人嘅第一回合。首先喺度多謝三位評委喺百行之中參觀出席，為我哋擔任評審嘅工作。佢哋分別係 Joyce Yu、LSC 嘅 Chuck Chen 同埋 Sheffield 嘅 Felix Yu。今日嘅辯題為歐盟應推行難民配額政策，正方為正方係 University of Oxford， 係啦。而反方就係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喺介紹雙方辯言之前，等我先為大家解釋今日嘅賽規。今日嘅賽制為3-3-3-4，即雙方主辯同副辯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結辯則各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發言次序如下：先由正方主辯發言，接住就係反方主辯，然後正方一副，如此類推。當反方二副發言完結之後，即將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4分鐘嘅時間，先由正方開始發言。雙方可以選擇一次過用盡其發言時間，亦都可以分開次數發言，為每次發言只能夠派出一位辯員。當一方用盡其發言時間時，另一方必須派出一位辯員用盡餘下發言時間。當自由辯論環節完結後，雙方將會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結辯。先由反方作辯，再由正方作辯，跟住就係計時嘅時間。當法定時間上完30秒嘅時候，計時員將會鳴鐘一下，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當法定時間完結時，計時員將會鳴鐘兩下，以示發言時間已經完結。跟住就會進入15秒嘅緩衝時間。15秒過後，計時員將會鳴鐘3下，跟住就會開始扣分。扣分制度如下：每5秒為一個單位，不足5秒亦作5秒計算，最多扣除31分。當辯員超時25秒之後，計時員將會鳴鐘數下。這個時候辯員必須立即停止發言，而自由辯論嘅環節則不設緩衝時間。請問雙方有沒有任何問題？假如冇嘅話，我就開始介紹雙方辯員啦。正方主辯為 Jonathan Yang， 第一副辯為 Alan Choi， 第二副辯為 Alan Chang， 結辯為 Jonathan Yang。反方主辯為 Brian Tang， 一副為 Matthew Hui， 二副係 Christopher Wong， 反結辯係 Brian Tang。而家比賽個 check 有冇？我哋錄影係 check。而家比賽正式開始，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主席、評判有方，各位你哋好。2015年，已經有多過100萬名難民逃往歐盟，他們因為戰亂走投無路，生命危險，嚟到歐洲山長水遠，為咗咩咧？就為咗自由、生命同埋安全，抱住一線希望揾到歐洲嘅民主。我哋作為歐盟，唔可以唔理會一啲需要幫助同埋保護嘅人。而家嘅機制就係都柏林規則，就係話，你個難民喺邊個國家到歐洲，就要向嗰個國家申請政治庇護。呢、這個機制已經唔符合而家嘅設議，而家情況已經唔可以做呢個機制去到處理。點解咧？因為都柏林規則創造嘅時候，係冇預見到而家嘅難民情況。佢嗰時諗，可能每年就有100或者1000個難民到歐洲，冇諗過一年可以有100萬名難民嚟到歐洲，可以見到敍利亞而家內戰情況。而家好多國家都開始唔遵行都柏林規則，因為係根本係遵行唔到。匈牙利同埋德國都已經話佢哋冇可能再應付多啲難民，所以我哋實行配額政策，將12萬難民分俾唔同嘅國家。當唔同國家可以分擔唔同嘅壓力，有三個原因，我一富二富會繼續去到深入咁瞭解呢啲原因。第一，個別國家係冇能力去吸收所有嘅難民。歐盟嘅精神就係每一個國家都要分配同埋分擔任何一個國家嘅重擔，都就係集體安全嘅基本意識。我哋唔可以一拖再拖，要而家行動，因為難民情況就嚟已經去到不可收拾嘅地步。第二，配額政策係一個公平嘅方案，我哋都有一個道德上嘅責任去實行。配額政策會依照唔同嘅情況、唔同嘅計算、唔同嘅國家嘅指數，去定斷每國家應該收幾多難民，每國家應該收幾多人數。所以配額政策係一個公平嘅方案，因為佢公平。所以我哋好多時候有啲有責任去到執行呢一個政策。第三，佢嘅政策對歐盟整個經濟有幫助。歐洲嘅生育率係不斷下降嘅，而且我哋都會見到歐洲未來50年會缺乏好多勞動人口。難民正需要就喺呢個時期輸入嚟到填補呢一個缺乏。所以我而家喺度重申，我哋救人先係重點。我哋唔可以企喺道德高地，我哋唔可以覺得自己係嬌生慣養，只喺度咁讀書。我哋一定要明白，啲難民其實同我哋冇乜分別嘅，本質上係一樣嘅。所以而家我哋一定實行呢個配額政策。假如我哋救護車全部送曬啲傷者去一個醫院，咁你諗下呢個有幾可怕咧？我先講俾你。政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器示意。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哋先翻明康大學嘅反方主辯問。我哋今日我方反對進行呢個配額推算配額分配制度嘅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呢個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我哋睇翻呢個政策，分配難民俾各國嘅公式，以國家人口、國家生產總值、失業率、平均薪酬作為考慮因素。呢個公式睇落好似好公平。但其實根本冇考慮到更重要的因素，例如公式是以國家的人口而不是人均面積去考慮，單單看人口的數字根本就未有顧及這個國家是否有能力配合，例如國家究竟有沒有地方去興建這麼大的難民營呢？又會不會它本身自己已經有住屋的問題呢？就當每個國家都有足夠的地方去建，我們都未有考慮到究竟國家有沒有足夠的資源去負擔這麼大型的一個項目。計算公式入面佔咗40%嘅係國民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只有考慮消費、投資、政府開支同埋出口等因素，並冇將轉移支付，即係人民福利，例如養老金、失業救濟金等列入考慮因素。換句話講，今日嘅方案呢條公式根本未能全面咁反映出各國而家真正嘅財政開支。以國民生產總值作為分配難民配額的重要依據，根本就是未夠周詳，顯示出這個配額計算公式是不完善。如果硬要以現在的公式分配難民，對現時普遍已經有債務危機的歐洲各國，只會雪上加霜，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除此之外，現在這個方案其實存在更多隱憂，它亦未有將現時各國發展中的項目列入考慮的因素。我們看回英國，現在已經建立一個很大型的基建，這個設施它是一個華貴的鐵路，這些基建影響的不單單是只是有沒有地那麼簡單，也不是只是講財政開支，而是一個城市規劃的問題。本身這些國家投放了很多資源去做好規劃，這些計劃是為了將來一個國家可以更完善而起的，我們未有將現在幾千甚至幾萬的難民加入去作計算，咁大量嘅人加入去呢啲基建度，會有機會令到呢啲基建不勝負荷，更加有機會需要重新計算嚟審核，將所有嘢由頭開始。如果我哋今日冒然咁樣強制分配俾各國，帶嚟嘅傷害唔單止係各國有傷害，而難民亦都唔會係一個合適嘅避難所。所以其實呢個政策衍生出會有更多嘅問題，嗰啲將會由我哋一副同二副去講。不過相信大家聽完我講頭先嘅論點之後，都係理解今日我方反對歐盟實行配額政策並唔係無稽之談。多謝大家。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鐘，無超時，無需打分。
李凡康第一副辩法，你有三分钟的发言，啊，正方一副，你有三分钟的时间发言，准备好请向计时员致意。其实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相信有方就可能对今日的辩题冇咁留意啦。今日辩题话嘅系欧盟应该实行呢个难民配额政策，而唔系完全唔可以作出改善，必须实行去年九月所落实嘅配额政策。所以原則上，有方根本就冇反對到配額政策本身，而係同我哋斟酌緊計算方法上嘅問題。而呢一點，其實倫敦政經濟及政治學院已經指出咗，只要我哋計算埋勞動人口嘅需要啦、人口老化程度啦、現有應付難民嘅設施等等咧，其實就可以改變咗有方嘅疑慮。咁樣對於北歐、對於東歐同埋南歐嘅國家，亦都會更加公平。所以有方完全冇推翻到今日嘅辯題，只不過同我哋講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啫。而且有方亦都冇提，有冇咩提議喺呢個咁迫切嘅難題上面，每日有成8000甚至更多嘅人涌入配額制度以外，有咩方法改善？而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一個人道危機。好可惜，我哋而家見到歐盟更加有資源嘅國家自掃門前雪，睇眼看住呢個邊緣嘅國家冇力吸收所有難民，翹埋雙手咩都唔做。以希臘為例啦，佢本身已經係歐債危機所困嘅一個國家。失業率高達20%，但每日有幾千嘅難民涌入，佢點樣可以處理到呢？造成嘅人道危機就係有人權組織指出，希臘、意大利唔少嘅收容中心已經違反咗歐洲人權公約第三條，不人道地對待難民。咁都柏林規則底下，佢哋一定要照顧啲難民㗎啦。咁佢哋可以做乜嘢咧？歐盟就係俾更多資源佢哋，5000萬俾呢個意大利同希臘，咁有咩作用呢？完全唔見。另一方面就係淨係有呢個保壘政策，更加強硬咁樣封鎖自己嘅邊境。譬如同土耳其講，我俾啲錢你，你唔好俾啲人入嚟我哋歐盟。咁樣做除咗對難民嘅需要不負責任之外，亦都無法處理境內已經有難民。咁樣一直喺度迴避責任，更何況歐盟一路接收嘅只不過係極少數嘅難民，95%嘅其實已經由黎巴嫩啦、佐敦啦、土耳其等等呢啲生產總值令歐盟各國都相比之下低好多嘅國家接收。我哋要求歐盟嘅，只不過係負翻少少、好少嘅責任。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所以喺呢個配額政策底下，我哋公平點樣計算各國點樣接收難民嘅程度啦？譬如佢哋由失業率咁樣計算啦、國家生產總值啦、人口啦等等計算完之後，我哋亦都可以改善嗰啲條件，而唔一定要去因為呢啲條件嘅不完善而去反對成個配額政策。而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面對住每日有咁多人湧入嚟。我哋係咪咩都唔做？係咪因為而家方案唔夠好，我哋就繼續為呢個高柏林政策去辯護咧？更何況其實我哋而家英國方面咧，佢哋富裕國家自掃門前雪嘅情況咧，就係佐敦嗰邊已經收容緊600000人嘅情況底下，生產總值比佢高78倍嘅英國，淨係肯收20000人，仲話更加多人，我哋都完全唔接受。其實配額政策就係一個公平制度，我哋好希望啲國家可以負翻起相應嘅責任，實施呢個歐盟嘅集體安全精神。所以今日辯題絕對成立，多謝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秒，無超時，無需扣分。
主辯、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嚟自英國白金漢大學，反方嘅第一副辯許學賢。頭先正方主辯就提到啦，呢個係最高公平嘅政策，但其實我想大家呢個難民嘅承擔係一個共同承擔，但我想講呢樣嘢其實根本就唔公平。除咗我哋啱啱主辯剛才所提到嘅權衡之外，其實呢個政策嘅認受性的確係成疑嘅。首先，德國、法國係大力支持，但普遍歐盟成員都係反對呢個豁免政策。先唔講一啲冇話事權嘅成員國，即使係有表決權嘅理事國之中，有財政困難嘅意大利，其實都無可避免咁反對呢個政策。就連自己本身冇財政負擔嘅英國，其實佢哋都係以強硬嘅態度反對，寧願佢俾9000万，俾一筆咁大、咁龐大嘅補助費，都唔願意去接受呢個豁免嘅政策。咁已經證明到，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唔同意呢個政策嘅，因為呢個政策本身就存在一啲缺陷。連歐盟核心理事國之間嘅分歧都咁嚴重，更遑論係本身一啲資源唔夠嘅細國家，你點樣叫佢哋去啃嘅呢班難民咧？再睇翻，其實各個成員國嘅反應都非常反對嘅反應都非常激烈，尤其係捷克。捷克仲表示話，如果佢哋要佢哋夾硬去接受呢個難民嘅豁免政策，佢哋直情就會告佢歐盟。而匈牙利亦都已經做了一啲方案去對抗呢個難民嘅豁免政策，就係佢哋修改咗佢自己嘅法例，修改咗佢第三公民嘅移民政策，去對抗衡呢一個方案。所以希望大家注意翻，頭先我以我所舉出嘅例子，大多數都係我哋所認知喺歐盟入邊一啲冇話事權、冇權冇勢嘅國家，而唔係一啲理事國。更何況英國呢啲有話事權嘅理事國嘅大國都提出反對嘅時候，可想而知佢嘅認受性係有幾咁低。然而呢個方案如果一通過嘅話，就必須認同。如果將佢強行咁加於全歐洲，在这个認受性咁低的情況下，有機會會為歐洲帶來嘅負擔，同時亦都種下歐盟佢哋分歧嘅種子。咁樣係我哋想見到嘅嘢。由此可見，這個方案會禍害會更加深遠。所以而且如果強制執行嘅話，佢嘅損失係會遠遠大於他們理想中的效益，所以希望有方三思。二，對唔住，反方應付發言時間為3分03秒，冇超時，無需扣分。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封同學同我哋講話呢個歐盟嘅難民配額政策係唔受到各國嘅支持，所以就唔應該推行。咁到底其實一個方案，如果大家反對嘅同志，係咪就代表佢唔應該受推行咧？例如一個老師喺班房入邊同大家講要肅靜，我相信大家同學都唔會同意。咁到底係咪唔應該肅靜咧？所以其實我認為有方同學到依家都仍未有正正式式咁講到今日嘅辯題，就係歐盟應否實施呢個難民嘅配額措施。而很多時候，啲小國亦都啱啱有方同學講到嘅歐盟多個小國，亦都忽略咗一個非常重要嘅事，就係啱啱我哋嘅第一辯員講過，其實歐盟依家處於一個人口老化同埋人口下降嘅危機。而其實今次所謂嘅難民危機，其實如果歐盟能夠好好咁實施呢個配額政策，佢哋接受呢一班難民，其實將會成為一個好好嘅機遇。現時歐盟各國嘅平均生育率係大概由一個婦女生育1.5個嘅嬰孩，而呢個好明顯係唔足以替代上一代嘅人數，而亦都會導致一個難民人口老化嘅問題。正係用德國歐盟最大國嚟統計，喺2060年前，德國將需要每年輸入平均500,000嘅難民去到500,000啲移民人口去彌補佢依家損失緊啲人口。另外，其實喺呢個人口老化嘅問題之中，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將會係歐盟內嘅專業人士將會一直下降。但係其實我哋睇下，依家嚟到歐洲嘅各個難民，其實佢哋本身喺佢哋嘅本國，例如敍利亞等等，佢哋本身可能係一啲專業人士，可能係嗰度嘅醫生，可能嗰度嘅教師，純粹因為戰火所以逃離過嚟歐洲去揾更好嘅生活環境。既然有呢班咁好咁有資歷嘅人力資源，點解我哋好好應用佢哋咧？其實配額政策就係第一個其中最好嘅方法去到應用呢一班嘅人力資源，因為喺配額政策之中，其實每一個嘅難民喺被分配到國家前，係會被審核到底佢哋依家嘅專業資格係咩，而呢個國家需要嘅人口係咩。啱啱有方同我講過話，個措施係冇考慮過各小國嘅基建同埋將來需要嘅資源。咁其實呢個難民嘅分配，直接就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多謝各位，多謝各位。正當熱庫發言時間3:06，無超時，無需討論。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是來自英國伯明翰大學的辯護黃子日。我方重申，我們今天的重點是分配政策的優劣。我方認為配額政策在未完成之前都是不應該推行，而現有階段的政策還有很多瑕疵。剛才我們主席都提過，配額政策是存在缺陷，而國民生產總值都本身有它的漏洞。有方同學，你剛才一直強調的迫切性是不應該凌駕於方案本身存在的劣根性的。如果歐洲的目的是解決問題，推行一個充滿問題的政策，那不是應該講本末倒置嗎？除此之外，有方同學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政策會延伸到更多的問題呢？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宗教問題。好像意大利那樣，它本身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甚至有特定的宗教政策。看到本身的難民，他們都各自有自己的宗教背景，而現在的政策是強制將難民分配到不同的國家，
唔單止有機會係令到難民因為宗教差異而被當地人排擠甚至歧視，更加本身就有好大機會會違背咗難民自己嘅意願。咁重點建立身份認同呢？喺建立身份認同方面，難民因為戰亂已經被迫離鄉別井，本身已經難以融入一個新嘅環境。若然連佢哋嘅新身份都係被分配所得，而唔係佢哋自己嘅選擇，咁唔係令佢哋建立身份認同上難上加難咩？回應翻頭先正方主辯，莫非呢啲就係頭先你所講嘅難民應有嘅自由咩？奧地利總理曾經講過，接收難民唔係慈悲嘅表現，而係人權。難民佢哋本身已經被迫離開自己嘅家鄉，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尋求庇護。所以我哋唔可以單單只係為佢哋提供生存所需，而係應該需要保障佢哋嘅生活質素，唔單止係物質層面上面咁簡單。由此可見，這個問題喺分配過程中嘅篩選同埋審核機制根本考慮得唔夠周全，極有可能有違難民本身嘅意願。除此之外，佢哋文化差異所衍生到排擠、歧視甚至係打壓，最後很可能會演變成文化和種族的衝突。再舉個例子，法國查理周刊不斷發布一些帶有侮辱性的漫畫，不尊重別人的宗教，最後大家看到的是什麼結果？就是流血收場。有見及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政策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因為國情不一，而政府亦需要正視這個問題，並不是一意孤行，否則影響深遠。總括而言，這個政策根本以數字去定奪，沒有考慮其他因素，是以偏概全，一概而論。我希望在座各位反思一下，一個這麼不周全的政策是否真的應該推行呢？多謝大家。我關於付費電視訂為2分53秒，無超時，無需扣分。進入自由辯論的環節，雙方各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正方準備好就可以向計時員示意開始發言。有問題到未完事就唔推，而家每日有成8000名的難民湧入，喺個人道危機，我哋嘅道德就係我哋係咪唔做嘢或者嚴防？咁首先回應翻正方嘅同學啦，佢哋啱啱義父咧，佢哋係講過咧，德國咧而家係需要大量嘅人口，未來50年亦都需要更多嘅難民去作為佢哋勞動嘅呢個人口嘅資源啦。咁但係咁樣正正咧就係、是、其實反駁翻自己嘅主辯咧，佢啱啱提及過德國而家已經唔需要再增加呢、這個人口，你話佢接受唔到更多嘅難民嘅呢個講法啦。另外咧，其實義父佢啱啱嘅比喻話老師同學生嘅比喻，其實根本唔貼切，因為而家嘅情況係德國同法國提出，大家都係學生嘅情況下，係咪應該更加聽下點解另一位學生要大家收聲，而唔係就咁收聲咧？我再問多一次，我想問友方係咪認為而家嘅情況可以允許我哋唔需要改變任何政策？或者咁講冇錯，而家的確係有一個迫切性，但我哋啱啱嘅義父同埋一父已經講過啦，迫切性呢個問題絕對唔可以因為而家即係好迫切，我哋而家就去忽略咗佢優劣嘅問題。如果呢個政策我哋因為迫切而推行之後，帶嚟更多嘅問題嘅話，點解唔係本末倒置？有
有方提及的就是各國反對所以不做，他們為自身利益不做，相比起現在有很多難民在等著他們的生存權利，就是違反了人權的情況下，但我們是不是繼續給現況繼續？其實我們剛剛的義父已經講過了，雖然現在現況是沒有錯違反人權，但是如果我們去到那些國家之後，他依然被人歧視，依然有人權的問題，那為什麼我們不在更加好好地詳細地考慮過之後，我們先再衡量呢？既然問題依然存在，我們應該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法。是，我問你生存比較重要，還是宗教上面的文化融入比較重要？我相信生存對於難民來說重要100倍。但是如果你宗教問題有差異的時候，如果你到了那個地方，他們對你的歧視，那 你心理上都會感到很大的壓抑，很大的壓力的時候，那生命是不是真的？那想問他們是不是應該去回土耳其黎巴嫩和佐敦，而他們已經他們其實已經接收了95%的難民，他們還可以生更加多嗎？他們可以去哪裡？是不是回敘利亞？其實回應回正方的同學的說法，我們看回他剛才所說的那些國家，其實已經有很多去了那裡的難民，他們都湧去歐洲。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那些地方他們飽受歧視，那些地方他們對他有打壓，我們看到的這些在他們的政策上。正正這樣就是告訴你，難民根本不想接受歧視和打壓，所以他們要去尋求更好的地方。咁更好嘅地方好明顯就已經係歐盟啦，因為歐盟不嬲都有一個文化上面嘅融入，而正正就係要將佢哋合法化，用判押政策嚟到俾佢哋一個真實市民嘅身份，先可以令到佢哋喺人權同埋工作權上面受到尊重，而唔會有一個邊緣化嘅問題。點解唔應該用政策做？如果佢哋非法咁樣存在喺歐盟社區裏面，面對嘅所謂歧視唔會更加多咩？你問歐盟嘅話，佢哋公平咩？好似法國咁樣，佢哋曾經立例係同話。是立例俾唔俾女唔俾帶有牧師女嘅能嫁嘅女士係戴頭巾嘅，咁呢個係代表佢哋對佢哋尊重啦。我哋冇話呢個文化嘅差異咧係冇需要改進嘅。不過我們現有看到的難民是需要找到生命的希望，他們到歐盟就是為了這件事，他們不是為了有宗教上 的教堂的什麼，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些政策可以未來去改善這個問題的，但這個跟他的政策沒關係。沒錯，可能有方同學會覺得這些精神層面上的東西並不重要，但我們看回其實不是只有精神層面的問題，其實還有很多民生的因素。我們看回好像德國這個更願意收容難民的國家，已經有很多針對難民的縱火案等等的問題，這些正正的反映民怨根本都不想他們繼續收容這些難民。你說是不是只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其實是更加牽涉民生，是牽涉到民生的問題。我想問是不是繼續任由希臘、意大利這些邊緣國家自己禁制難民去其他國家的名字保身？其實咧，對於政府嘅同學冇錯，我哋都認同有迫切性。正正我哋都認同有迫切性，更加應該揾個更好嘅方法，唔好之後有問題再解決。我哋睇翻解決迫切性，其實有一個方案嘅。我哋之前睇翻菲律賓早已經同呢個聯合國簽訂咗條約，佢哋認同當第三方嘅國家有難民湧入歐盟嘅時候，佢哋願意分擔責任。而菲律賓亦都係9月嘅時候已經發表咗，佢哋願意今次嘅難民嘅歐洲難民危機嘅時候願意分擔，短期嘅情況絕對唔係問題。亦都可以俾歐盟有更多嘅時間尋求更好嘅方法。其實歐盟已經有做過好多唔同措施，譬如佢都叫佢俾錢土耳其，叫土耳其守住啲人，佢哋唔會入歐盟啦。咁菲律賓只不過係另一個第三方國家啫嘛，佢哋可唔可以解決到幾百萬入咗歐盟嘅問題咧？歐盟無論如何都需要面對已經係境內嘅難民，而唯一可以做嘅方法就係分配，而唔係入入邊境國家繼續係弱地。正方同學誤解咗，而家嘅判押方案係係為咗未來嘅160,000嘅難民，我哋而家將來會嚟嘅120,000難民，而唔係已經去咗歐洲嘅嗰幾百萬。相信有方同學嘅資料來源係比較錯嘅，因為根據歐盟嘅資料來源咧，佢哋個啱啱喺九月上年九月嘅判押政策係為咗依家三個最大嘅難民接收國家意大利、希臘同埋匈牙利，佢哋嘅120,000已經喺度嘅難民，另外嘅嗰100,000人其實係未有解決辦法，所以點解我哋要最起碼解決咗120,000人，解決希臘同埋等等國家嘅難民問題先？咁我想問，唔通你未有解決辦法就推出一個有問題嘅辦法？咁如果你咁樣推出一個有問題嘅辦法解決啲問題，咁反而我覺得。
就個問題唔係我哋而家唔係可以坐喺度諗我哋做啲乜嘢，而係呢個問題已經醖釀咗三四年，而我哋而家有一班難民喺歐洲人權公約嗰度話佢哋已經違反咗條件，而我哋而家要做嘅嘢係即時回應，即時令到啲國家更加有能力去回應，而唔係又坐喺度諗，諗到幾時咧？冇錯，正正就係要即刻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所以有方同學係咪應該認同我哋講嘅講法？我哋將一部分嘅難民疏導去菲律賓，減低而家歐洲嘅呢個負擔，咁樣唔係更加可以令到各國有更多嘅時間容許佢哋可以考慮？正如我哋啱啱講過，歐盟依家每日正係接受緊超過8000人嘅難民。正如美國佢哋依家已經承諾話可以收10000人嘅難民，咁佢可以幫我哋解決到幾耐咧？即係兩日。其實歐盟喺制定呢個方案嘅時候已經有講過，我哋而家啲數碼配額已經冇係即係冇明確咁樣講到佢哋未來會接受。其實由頭到尾，有方都從來冇喺原則上面反對個配額機制，佢哋淨係質疑嘅就係計算方式啦，淨係質疑緊我哋仲可以等啲咩做啦。喺我同我哋講菲律賓去幫歐盟，但係歐盟已經面對緊一個咁大危機嘅時候，啲難民已經日日面對緊一個好差嘅生存情況底下，佢仲同我哋講啊宗教問題啊，佢哋入到嚟會唔開心啊，佢哋而家想要麵包，要想要地方住啊。你同我講佢哋喺呢度冇得帶頭巾，呢個問題絕對唔重要，相比起佢哋嘅生存權。我哋而家講緊呢個配額政策，就係、是、希望各國可以根據呢個能力越大、債務越大嘅方案嚟到彌補翻自己嘅責任。仲有哦，係唔好意思，係咁其實就係喺呢個情況下，同我哋講未完善就唔做。其實呢個方案已經醖釀多時，而反對國家其實我哋頭先都提到過，只要將嗰、那個計算嘅方式、那個條約更加去精準咁樣作出改善，譬如根據勞動人口等等去作出改善嘅話，其實呢啲國家嘅不滿情況就會更加改善。北京嘅國家亦都會提出相應大好多嘅責任。係。自由辯論嘅時間已經完結啦，而家雙方各有一分鐘嘅時間去準備辯辯。相信大家聽過我哋啱啱一路討論之後咧，大家都會留意到有方嘅同學一路好注重尊重呢兩個字，佢話要尊重難民佢哋有生命生存嘅權利。但係其實我哋啱啱已經提及到，宗教帶嚟嘅正正都係一啲生存生，即係一啲生活嘅權利。因為我哋睇到而家我哋喺歐洲的確有好多歧視嘅問題。歧視、打壓、排擠呢啲問題，最後引致嘅亦都有好多難民佢哋選擇自殺，因為點解？佢哋覺得自己不受尊重。莫非我哋而家喺講我哋要尊重佢哋嘅生命嘅權利嘅時候，我哋唔使尊重佢哋生活嘅權利咩？再者，我哋睇翻，其實有方同學根本就冇講過，而家點解呢個難民配額政策可以解決到而家已經有債務問題、經濟上嘅問題？佢哋只係一路喺度講配額係冇問題。已經接受了很多，我們要再包容難民，而不是覺得他們是負擔。但是當我們國家本身經濟上出現問題，我們難道我們只顧及難民，不顧及自己的國家嗎？不顧及自己的國民，就同樣是等於不尊重自己國民生存和生活的權利。難道難民因為他們現在流離失所，我們就不用照顧
佔非常大部分的本身國家國民的人數啦。我哋再睇下，其實而家我哋一路歐盟已經定咗160,000係一個配額，我哋冇講過未來係會再接收更多嘅難民。既然呢160,000嘅配額我哋已經係定咗，根本唔存在於有嗰個更有方同學所講長期嘅問題。我而家冇錯，而家短期係一個好迫切嘅問題，但正正我哋都提及咗，菲律賓已經係願意去提供呢個協助，而有方同學啱啱亦都提出好主要嘅論點，就係難民而家係尋求一個佢哋可以安居嘅地方。菲律賓正正都係一個佢哋可以安居嘅地方，冇錯，可能佢比歐洲冇咁富庶，但其實歐洲已經有好多個國家本身係有財政嘅問題，其實佢哋可能財政嘅實力同菲律賓，如果係我要以長遠嚟推計嘅話，其實可能係不相伯仲。我哋睇翻。菲律賓反而而家民怨冇咁重，因為我哋睇翻而家，無論係我哋意大利又好、德國又好、法國都好，本身而家已經有民怨嘅問題。我哋睇到點解會有縱火案，點解會有針對難民嘅謀殺案等等，全部都係正正表示出點解而家歐洲各國其實無論係民意定還是係實際嘅條件上，都其實並唔許可我哋有更多嘅難民流入咧。仲有，我哋睇翻點解啱啱我哋會提及到英國佢哋會想唔加入呢個制度，佢情願去用9,000,000磅作為補償，都唔加入呢個制度，就是、因為呢個制度本身佢有問題，佢會影響英國本身嘅運作。佢作為有話事權嘅，佢當然可以而家反對，佢當然可以俾9,000,000磅啦。但我哋睇翻其他國家咧，如果我哋好似匈牙利、奧地利等國家，甚至我哋睇翻意大利同埋希臘，佢呢啲國家根本冇能力去反抗，因為佢哋唔會好似英國咁有話事權，亦都冇佢咁嘅財政實力。我哋睇翻根本唔到啲嗰啲冇發言權，即係冇表決權嘅嗰啲成員國，佢哋去話事，所以佢哋先至要被迫接受。但係既然呢個方案咁唔公平，咁多問題引申起嘅問題唔係一兩個咁簡單嘅，而係我哋啱啱提及過咁多嘅問題。咁點解我哋仲要冒然咁樣推行咧？推行完之後帶嚟更多嘅問題。只會令到問題本末倒置。難民如果最後我哋去到呢啲國家之後，都係得唔到一個安全嘅居所，得唔到佢想追求嘅有翻同我所講嘅自由、人權等問題嘅話，我而家冒冒然將佢哋分配去佢哋未必一定想去嘅歐洲國家，莫非就係做到有翻同我想達到嘅標準咧？結辯時間為3分59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請正方結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你試下，盡快我哋啊！各各位好，首先我要多謝有方安助我哋養成產做得改善嘅方法。多謝有方提出好多點數，令到我哋養成產係可以進步嘅空間。我哋由始至終都冇否認過養成產係可以進步嘅。我由始至終亦都冇話養成產係唔係一個可以改變嘅方案。但有方由始至終亦都冇去到 address 或者回應到我哋應唔應該推行呢個政策。有方論點有三個主要。第一，配額政策有很多問題，但我們已經說過配額政策是可以改變的，也可以改善的，我們不需要去到維持住現在這個方案，我們可以去改良和去改進它。第二，他們說歐盟各國已經不同意這個政策，但我們說過
唔同意唔代表唔應該退行，而且有好多地方我哋可能唔同意嘅，而且我仲但係我哋仲有一個道德上嘅嘅責任去推行呢啲政策。唔同意唔代表唔應該退行，所以我哋要更加去改進我哋嘅配額政策，更加去讓呢個食管政策可以服務難民、服務市民，咁佢哋有更加一個可以和諧嘅去共處。第三，佢哋話因為宗教文化差異造成衝突，所以我哋又唔應該推行呢個配額政策，因為驚難民嚟咗之後咧會受到打擊，或者受到好多唔同嘅唔和諧嘅事件。但係呢個亦都再證明多一次，我哋要更加改進我哋嘅配額政策，讓唔同嘅宗教、唔同文化喺埋一齊嗰時咧，可以有更加好嘅共處。歧視唔代表唔接受，亦正如果有一間大學或者一個大學嘅時候，可能會俾唔同嘅人歧視，係咪代表我唔想入去咧？唔係，因為我有呢個需要，難民都有呢個生命嘅需要去歐洲去到避難，所以我哋唔可以因為歐洲有所歧視而所以排斥啲難民。而且佢嘅政策亦都已經將唔同嘅壓力分佈出嚟，等希臘唔使有咁多衝突，等唔同國家可以接納唔同嘅難民，等文化嘅差異可以好快咁樣平息。所以我方論點有三個：第一，個別國家唔可以吸收所有難民，希臘、意大利係冇資源、冇建設去吸收所有嘅難民，所以我哋需要兩個國家分擔唔同嘅責任。第二，我哋就係公平公正嘅。有多資源國家咧，就多負責任；有多資源國家就疏忽難民，因為佢哋建設同埋佢哋嘅人口係可以接受到啲新嘅移民嘅。譬如英國，佢哋建設人口好好嘅，不過人口老化問題令到依十年人口會越嚟越減少，所以難民就可以過嚟呢啲人，佢就可以填補呢個人口嘅缺乏。第三，我哋論點就係難民政策嘅難民配額政策係可以優化。歐洲的經濟，歐洲二十年嚟都會過有一個老化的過程，越嚟少勞動嘅人口，越嚟少人可以做工，越嚟少人可以擔當一啲很重要的工作。難民嚟自呢啲最有啲國家，係佢哋有知識嘅、有學識嘅，佢可以擔任呢一啲唔同嘅角色。所以我哋冇時間紙上談兵，我哋一定要行動。我哋冇時間再喺一個裏面越嚟傾，傾嚟傾去，淨係諗一啲可能完善嘅方案。我哋一定要而家實行，而家去幫助呢啲難民。啲難民我哋實際上係冇乜本質嘅分別嘅，只係佢哋唔好彩處一個咁嘅國家，處一個咁嘅環境，所以造成一啲唔好嘅情況。所以我哋一定要接納啲難民。所以我方絕對贊成，我哋一定要推行難民配額政策。多謝。當結業時間為三分二十五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比賽暫告一段落，請雙方保持就座。Thank you.
係啦，咁誒，第二方面我哋可以解決
我知道你哋之前講過話，開始嗰陣時可以啲冇嘅事嘅，但係你哋而家講話一開始嗰陣時係你哋想通過嗰陣時嘅，咁所以我本身可能其實你講少少關於你哋嗰陣時係咪係點樣一個好 abstract 嘅一個 concept 就係配合大配合。咁好似嚟講應該都冇問題，即係都正常。但係我覺得唔開所講啲嘢，我覺得有兩句，我會覺得可以喺主演嘅時候減少啲。會唔知你如果你唔想幫下多少少，就多少少啦。自己話，咁之後下